柴啦，对不 对？可是现在天气很热嘞。对啊。对啊，要做什么样的素菜啊，吃的比较舒服啊？对啊，因为现在天气热，去吃饭去吃不落。而且哦，烧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我了，我都食上烧的物件，汤啊，啥物拢哦，连一嘴都清光。对啊，不要紧，咱今日来做一个吼，咱来食饭，来食面，来做一个素肉酱拌面。素肉酱拌面就是干面的那个酱。哎，对。哦，哎，干面倒是不错吼，那个干的面配上一个那个冰水或可乐，感觉这一餐就蛮过。哎。哦。啊，但是更简单啦，因为你即摆天气个咧热，啊，都附加遐麻烦的物件，哦，愈烦。只要这酒吼，达做好，达炒香，我爱讲哦，淡啥物拢会使。好，赶快来看我们的素肉拌面的这个酱要怎么做。对，啊，咱今日素肉拌面这个酱吼，哪要做到美味吼，今日有两项爱注意。美味两个关键，需要拿了吗？头一个关键，咱即摆先让我们来看看。今天那个素肉酱美味的关键第一点是什么？请面场。咱表示哪里在美味了？哦，这个比我们本身那个猪肉啦、鸡肉啦，那肉还要香，而且呢，伊安怎炒也不是 Q 的嫩的。啊，搁等下接 Q 吸入去了吼，那接拢吸入来的入味。入味。今天哦，好像不错哦，因为我记得他这个煎一煎比爱恰恰。哎，对，可是恰恰。所以应该煎。哎，我等你。根本有一恰。哎，好，恰恰恰，胖胖胖哈，来，它现在有口感。对啊。对，而且这米等嘛，对不？夹都买把。对，啊，咱就买切碟吧。而且像肉。对，咱就买切碟吧，好，个小黑把酒，咱赶快嘛，把酒赶快弄五碟吧，来把加加，咱就赶快切小粒哈。小弟，咱等下哦，再炒个，咱咧交本地砖吼，一粒一粒粒粒分明迄种，嫩 Q 啊嫩 Q， 啊够香。的卤肉饭也可以用这个啊。对啊，啊很好用啊。真的素對、啊、素肉嘛。对啊。只要切丁的素肉都可以用这个。对，这真正做会用的啦，啊起来吼够香啊，我讲比迄真正迄棒哦。对啊，那就把脚下嘴不一定吃素才用这个。如果你不想要吃那么多肉，也可以用。对啊。那如果你只想吃只想要也想要来一点肉，你可以拌肉拌面炒。对啊。好，那这边呢？就像那个半斤半肉，这小块钱给滚了。对，它够 Q 哦。那一夜哦，变工你要半斤半肉，肉干不也咸呐，嫩哎。哎。那这个够起 Q 哎。好。好。那这边油的锅的话哈，那这边煮那的面条哦。要。赞，两条面肠酱的五个，哎，三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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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肠三根而已，看，这样最了，哇，一贵鸡遐很好吃啦，真的，有够啊，有够啊，啊，咱这吼，啊，变差不多五分钟，好，恰恰对不对？对，一定啊，打一盘米蛋变出来，好，稍等一下，五分钟，每一颗都恰恰恰，对，等一下，哇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恰恰一种感觉，啊，等下，稍等下，安娜，好你吃，哎，好你检查一下，我被我妈妈看一下，哦，妈妈看，来，先有恰，有汤哦，恰恰恰哈，并过来，啊，这样恰恰不？哎，就是你要炒安尼恰恰，安尼汤面才会出来，那米等迄个汤才会出来，来啦，他。就是一粒赞，这粒好滴啦，吃好。You are my friend。这个唔敢吃咸啦。哦，卡吃卡吃 QQ。有嫩无？有 Q 啊？有松？有吼。你啊平时啊吼，你来平时爱内地吧啦，爱地吧像别个像安尼哦，已经是搭好伊啊。搭搭。对，啊咱这米汤啊，安怎炒，它还是有软度有 Q 度的，汤都刷出来。外酥内软。对。还香脆，咱即卖哦，要姜，姜末，姜，即卖打葱油啊，阿哥咱的香菇，香菇我做这么细哈，对，香菇吼，这香菇呢把它切末，来这两行呢，过来先来炒一下哈，把叶旁头给它炒出来，叶菇呢它可以整个再提香味，咱的香菇出来那个香味又是更上一层楼出来，姜跟香菇，其实就有香菇鸡汤的味。啊对啊，咱大多吼，咱米汤即摆炒外口是哒哒，是，但是等下会变嫩，哦，个嫩诶，搁较香。来，这个叫什么？甜面酱。这是甜面酱。对，甜面酱。
盐味的甜面酱，好咸哦。对啊，来，我们一大匙的甜面酱给它进来，啊，这个都给它进来。不要咸呢。对，那咸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再调味啊。好，来，咱进麦。为什么要叫甜面酱不甜呢？啊？等一下就变甜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经过我的手，一定会变甜。加糖。哎，对，加糖，没有错。甜面酱其实已经甜，所以要小心一点。不要说一种盐味啊，盐味哦，盐完味你这摆搁爱搁落去了啊。好来，咱这摆。它有几个叶刀啊汤，嘿对，有点像啊，我知道甜面酱味道有点像什么，有点像日本的那种红味噌，红味噌秘手，秘手啊秘手，对对对对对，有点像那个味道。它以前我米粉做诶，我米粉做诶，来，米粉端。消化米灯，对，啊，现在哦，但马姐炒好胖起来哦，胖胖胖，再来，毛豆人，毛豆，现在往好煮啊，啊，那无毛豆人呢？无毛豆人，四季豆切丁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拢可以。豌豆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，好，来水再给它加进来。绿豆可不可以？绿豆的话。哎，那较无红的人呐，嘛是会使，你要食咸的嘛会使啊。哦。哎，那袂使，咱有在咱创作菜就是安尼啊。哇，早起清早。来，你看哦，像安尼，是不是做一下肉酱吼？来，来，再加一下，咱的豆油在做些，莫放伤多哈。哦。胡椒粉。哎，有那个八宝辣酱那种感觉。胡椒粉吼，胡椒粉好意外。哦，那个颜色。对，再盛。哎，等下看看嘴淡薄来一，香哎！我们先放两匙进来看看哈。好。那若无够味，咱卡过来，卡过来汤哈。啊，咱这样吼去保温哦。嗯。还得煮差不多两分钟。好，稍微滚一下。对呀。好吧，稍微滚一下，让味道出来，然后让那个面粉发的时候变咯咯啊，你这样拌面都很赞。就是这个感觉，对，你就是这个感觉，那香味糊的，对，啊，你拢手工吼，啊，那个胖啊对吧？啊，我胖吗？啊，我搁一项吼，第二项我还袂出完呢，这个放落了，只要一点点，一滴滴，让它香上一倍。煮完还有东西啊，不能太多，我们只要一点点就好了哈，那整个香味更棒。哇，好好吃哦，香味不一样，干面就最嗨啊。等一下。那背后大米够卡好食，咱不是够被干妈妈，真好食诶！猪肉炒番鸡粒包。我们今天怎么样？上面盘写的分段炒法，玉米更美味。你要干嘛？我现在要做的这个东西，说真的啦，妈妈都会啦。真的吗？只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说要这样。这是顺序的问题。啊，你评论诶。哇！两段式厉不厉害？嗯，吼吼。到底是什么款的分段式炒法啊？里面当好家常菜，猪肉炒玉米，好吃到这款啊！你绝对无看过的神奇做法，但一个玻璃仔哦。的料只要一点点，一滴滴，让它香上一倍。煮完还有东西啊？还有哦，制作人交代的哟。好啊，怪一怪一怪，就是就是。来来来，看看制作人说加了什么会更香。肉桂粉，我以为是五香粉呢，没有啦，是肉桂粉。肉桂粉不是在做肉桂卷的吗？啊，咱的有当时啊，人在做的那样肉卷有无？赶快都真的有加这个、喔？有，但是呢，不能太多，只要一点点就好。你干嘛啦？我平常是加咖啡呢。啊，不要啦，来来来，我们只要一点点就好了哈。来，有没有看到？不会坏了整锅粥啊？这么一点点而已。这么哦，平点，胖不？不是跟它结合，不知道怎样。好了，放了。喂，来，来，你把它给我过节啊，那整个香味更棒。可以了。短米，但是咱米它盘过，好不好？哎呀，面。嘿。哎，跟啥哦？底下蛋米啊。啥哦？又香了。来，就要啃豆芽菜对吧？哈，再来豆芽菜。我们只要把这个肉素肉酱，把它淋进来，啊，那个好啊。如果像这样子温温的，其实你不会觉得很烫。对，所以哦，就是热的时候就要吃这种干拌面。嗯，哇！陆允谦不要吃午餐是对的，好好吃哦。那味道怎样？
吃着咸汤咸汤，嗯，哇，我觉得那个口感比肉还好，肉比较硬，对，你就点到它 Q， 它有点像香菇的口感，嗯，而且香味不一样，对，然后加上那个咸香的面，甜面加那个香，干面的最嗨呀，然后再加那个豆芽菜。菜都叫多少菜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哦，好吃嘞。对啊，像咱那七百多，用啊，咱落去拌拌的吃吃，哦，规家人吃得欢喜噶。对啊。对啊，啊，这个只要咱素的这款酱料有啊，哈，那素的肉酱，平常冰箱内底，对啊，它就天热出来拌啊。便宜、方便、营养、健康又很容易做。对啊，啊，想注意啊，咱差料个是啥物？甜面酱嘛，对吧？哈，啊，够咱一个啥物？要点香的，让那肉酱更香的。那一点点肉。肉桂。对，肉桂粉。这碗最贵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是面。看到就简单了，会做了吗？看到就觉得，后来我给他们背书。哎，摸唔到，对吧？是啊，赶快写信。谢谢谢谢。我们也可以在家里做。刚才那整肉啊，再来一点。多好吃。妈，酥肉酱拌面，如加如沙水重点，你敢不记起来？你。咱来用面肠来做做吧，新干面肠啊，大家吃吃胖胖，安尼咱的酥肉酱就泡开十足 ，Q 弟弟有够赞。第二，咱来家里肉桂粉来提香，只要一点点啊，咱的酥肉酱看来是用甜的，就会让人嘴暖擦擦的哦。天下最健康。